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告，对其中针对中方的无端臆测和不实指责表示坚决反对。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，坚持共同、综合、合作、可持续的安全观。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发展，始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。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。如果背向太阳， 看到的只有自己的影子，我们希望有关方面放宽眼界，纠正偏见，树立正确的中国观、安全观，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军队的发展。中方认为，南海不应成为大国博弈之海、炮舰航行之海。当前，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，南海形势总体稳定， 域外国家不远万里跑到南海来耀武扬威、挑动事端、制造紧张，才是南海军事化的根本原因。中国军队将采取必要措施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，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。